小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红豆面包超人给小朋友们带来了奇趣蛋分享哦，相差一枚紫色的恐龙蛋，上面有霸王龙，里面有巧克力豆、精美玩具。恐龙蛋上面都有裂纹，好吃的巧克力豆、夜光板、拼装恐龙、是一只拼装玩具哦。夜光板的恐龙晚上的时候还能发光呢，非常的奇妙、神奇、有趣。这是一只绿色的恐龙，再拆一枚超级飞侠，上面是谁呢？这是我们的库雷哦，里面有玩具、贴纸，还有好吃的。雷是一架蓝色的飞机，小朋友们知道超级飞侠还有谁是蓝色的飞机吗？是酷飞对吧？还有呢？是包警长哦。包装好紧呀，打开喽。贴纸：小爱、多多、乐迪、酷飞。果汁软糖，有多种果味的软糖。哇，红色的漂亮超级飞侠车车，上面有我们的乐迪哦。这是一辆回力车车，好炫酷啊！再拆一枚大飞天蛋，上面是我们的乐迪哦。乐迪能变成飞机，还有机器人两种模式，会变形。看看里面有什么吃的呢？有椰子味果冻。还有拼装酷飞、益智玩具、卡片、勺子、一大包果冻。哇，果冻的味道很好，凉凉的，甜甜的。勺子、包警长、卡片、
上面有它的攻击力、防御力。卡片可以这样玩哦，可以拼插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这期的节目就到这儿喽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